什么不在家做饭了？哎呀，现在的奶奶不是以前的奶奶了。啊，那奶奶变身成奥特曼了？没有变成奥特曼，她这个小心脏现在发生了变化。啊，以前的奶奶呀，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不挑肥不减瘦。现在的奶奶可好，被上海的这香风吹晕了，嫌弃你这个土老帽爷爷了。土老帽啊，土老帽，土老帽。哎，你这孩子怪了，你奶奶说我土老帽，你怎么还笑呢？笑什么笑啊你？嗯，爷爷，我告诉你啊，每次妈妈想买东西的时候，爸爸不想给她买，都这么说的。我老婆不爱慕虚荣，不挑肥拣瘦。爷爷，你真是爸爸的爸爸。那当然了。那你爸爸到底最后给没给她买啊？必须得给买啊，因为我爸不是怕老婆吗？爸爸还说，给妈妈买东西是心疼妈妈，妈妈高兴，爸爸也就高兴了。这小子，走走走走走走。行，多少钱呀？啊，那个美容加 SPA， 你们两个人1200。什么？哎呀，爷爷，爷爷，妈妈，哎呀，妈，哎呀，爸，妈，哎呦，你俩冷静点。来，嗯，吃一个大闸蟹，爸。哎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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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闸蟹，我不吃，好，我啥也不想吃。爸，你看我妈呀，我都跟她说了好多回了，那卡是我们单位发的，那不是我花钱。真的？真的。哎呀，你说说你把那卡卖了也好啊，你说这你这多浪费啊。哎呀，吃吧，小英子，半步倒尖尖腚，啥人啥命，啥人过啥日子，啥人花啥钱。媳妇儿给点了就吃吧，别在这哭鸡带尿的了啊！这我不想吃，咱回家你做饭吃吧，你看这多浪费。我点了，你要不吃不是更浪费啊？快吃快吃啊！吃吧，那这又不是天上布满星啊！啊，月牙亮晶晶啊！啊，生产队里开大会呀，诉苦把元伸呐！干什么呀？你干嘛在这忆苦思甜的？快快快快，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啊！快吃，快吃，快吃！真是的。啥呀？秋水伊人。什么东西？礼物。这是礼物，爷爷送奶奶的礼物。礼物，哎呦哎呦，快拿出来！爷爷可能撞邪了，这是。哎呦喂！我的天哪！可以呀，有眼光啊！笑死老头子！不年不节的，你这干啥呀？30不浪，40浪，50正在浪头上，60才叫浪大浪。完吧，说了得。奶奶，爸爸给妈妈买礼物，那是心疼妈妈；爷爷给奶奶买礼物，那也是心疼奶奶。个小人精。人家那个卖这个衣服的那姑娘跟我说了，说大爷，这是出口转内销的。我说往哪出口的？巴基斯坦，你知道吗？你可别，别问多少钱了，比你做那个爸爸便宜多了。哎，不是，爸爸，那个不是爸爸，那个叫 SPA， 那个不叫爸爸。SPA 不是爸爸。你爸都过了半辈子，你说这老了老了，还懂什么？哎，啥歌？罗曼蒂克。罗曼蒂克，入乡随俗吗？这是大上海，你别忘了啊！挺好，挺好，挺喜欢。看我爸一起学。亲爱的，你给孩子的那件衣服是在哪买的呀？哪件啊？
就是你朋友圈里发的那件。嗨，那是我自己改的，那网上的也不合适啊。你改的呀？你可真厉害。哎，要不转让给我呗，我家孩子可喜欢了。闹，你那么有钱自己买去呗。这可不是你设计的嘛，再说了，独一无二啊。就这么说好了，多少钱我给你转账。哎，不是，你这人真行。哎，就一件衣服，你至于吗？你还跟我抢啊？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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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的份上啊，啊，拜拜。好看吧？哎，我刚开始我都没想到，你知道吗？哎，没想到改出来以后真的很好看呀、啊！哎呀，好看呀！好，那就把这件不穿，换一个背心吧。你上来，你上来。就是你要是要这么多件的话，我肯定也需要点时间，我不可能那么快就给你赶出来。哎，喂，哎，妈，咋？啥别是我的？啊，咋？卖出去了？我卖出去了，开张了！哎呀，太好了！哎，卖出去多少件啊？全卖出去了，供不应求啊！啊？哎呦，就那些改了装的。小孩就衣裳，哎，妈妈妈妈，你可不能那么说，那叫时尚，那叫新潮。真的，我也奇了怪了，好吗？你说我那些朋友，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偏偏对我那衣服评价特别高。真的，我现在给他们的啊，那都是朋友价。啊，哎，赚了多少啊？300，嗯，加个零，啊，千，哎呦妈呀！哎哎，妈妈妈妈妈妈，花钱你晕，你赚钱你也晕啊！哎呀，媳妇儿，妈太高兴了，妈真替你高兴，哎呀。里根龙，这是咋穿这么漂亮呢？哎呀，你爸给买的。你买的？不是爸，你犯错误了。犯什么错误啊？你懂不懂浪漫？这是薇薇带妈享受生活，把你爸给感染的。爸爸，嗯，看我这衣服怎么样？哎呦，你这也漂亮，哪买的？妈妈改造，妈，那个我先回屋了啊。你妈够厉害。走，做饭。好，走。怎么了，爸？明天七夕打算怎么过呀？没什么打算。什么没什么打算呢？你过那个外国人的情人节的时候，你给薇薇又是买巧克力。又是买鲜花的啊！七夕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节日，是中国的情人节，必须过。现在更要过，懂吧？啊，找个好馆子，跟薇薇俩浪漫一下，吃一顿啊！嗯嗯，好。别说你忙没时间啊，再忙，先可着老婆。
哎呀，欢迎欢迎啊！齐教授可是咱们国家研究造血干细胞的专家呀，能把您请来，这是。齐教授，齐教授，请您去找谁？请您找谁？我找齐教授，我知道齐教授今天到咱们医院来，这机会太难得了。你知道我一直在挂他的号，我挂了很长时间了，但是人太多，我最快只能挂到两个月以后的。我孩子病得很重，他真的等不了那么久了。麻烦你让我跟齐教授见一面行吗？实在不好意思，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呢，齐教授是我们医院请来的贵客。他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是我儿子唯一的希望了。我儿子才四岁半，你知道吗？他现在真的病得很重，我等不及了，我等不了那么久了，你知道吗？我心情。杨主任。你让我见见他行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给他看一眼就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你救救一个四岁的孩子行吗？我求求你了。现在不好意思，前面是我们实验办公室，您不能进去的。齐教授，齐教授，你帮帮我！齐教授，您真的不能进去。近乎可以与相合移植的疗效相媲美。目前呢，我院半相合移植。两年无病生存率已经达到了75%，这个概率呢，真是十分让病人和家属们充满期待的。刘教授啊，分析研究的相当的透彻，会后啊，咱们好好的学习学习啊。大家手里这一份呢，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个研究报告，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您呢，也别难为我们。您看，这齐教授和专家都还在里面开会呢。您说您查完这，我们也不好交代呀，是不是？要不，您还是到外面来吧。说不定他们一会儿出来就能见到您，说不定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你好，你就是顾青女士吗？我是顾青。齐教授，齐教授，我终于见着你了，我终于等到你了。对，我就是顾青，我是。有位朋友告诉我你的状况，你的孩子什么情况？孩子病得很严重，这是我孩子的病历，您快看一看。我的孩子现在病得很严重，他从刚出生。别急别急，坐下慢慢说。这什么情况？你看，这个是他一直前两天做的这个什么？检查结果出来了是吧？对对对对。这个指标好像有点问题。这几天。一下子就重得很严。哎妈，你看看看看看看，这是今天女儿的创业成绩，看看，好看吗？哎妈，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呢，我之前是挺有设计天赋的，但是我居然没想到我这么有才华。我觉得我之前给公司做的那些商业设计简直就是荒废我自己，童装设计才是我的领域呀。妈，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给家乐和你要改的这些衣服，所有人都在问我在哪儿买的呀，你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呀，超好看是不是啊？心不在焉的哎，你妈今天从医院回来就这样了。妈，你医院出啥事了？还是领导说你了？啊，你快说说，快说说，咋了？我在医院看见顾青了。老公。老公，别看了，别看了，赶紧，快开车去，快！怎么了？我这不是忙着呢。顾青，我妈在医院看见顾青了，默默出院了。啊！知道我们在这儿，顾青，孩子病了，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是啊，你倒
当时走的时候，你怎么不打声招呼呢？做错的明明是我，你连个道歉的机会都不给吗？千万别这么说，薇薇，我也有错。我是觉着，我们走了，你们才能像以前那样安静的生活。爸爸，爸叔叔，默默啊，好孩子，你以后就叫王叔叔爸爸。你之前不是跟家乐都说好了吗？你要和家乐一起平分爸爸的爱，对不对？以前是阿姨不对，阿姨跟你道歉，也跟你妈妈道歉，原谅阿姨好不好？阿姨，我们不怪你。谢谢默默。妈妈，感觉怎么样？好点吗？我可想你了，我送给你的花你看到了吗？看到了，特别特别喜欢。啊，爸爸也特别想你。爸爸，母亲。默默，到底怎么回事啊？上个星期孩子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不是，那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呀。我妈是医生，她肯定能帮上忙的。这次要不是你来找齐教授，被我妈撞见了，我们还找不到你呢。你说。你妈妈是这个医院的，是杨阿姨跟齐教授说的。我就说嘛，我就一直在问，到底是哪个好心人把我们的情况告诉齐教授的？原来是杨阿姨呀、啊！太好了，谢谢她，你一定代我好好的谢谢阿姨啊！放心吧，顾青，我妈能帮的她一定帮。她其实是。不好意思见你，之前对你有些误会，又对你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他是怕你生气。其实我妈就是直脾气，她发完火以后自己就后悔。你在这儿替我妈向你道歉，你别生她气，你原谅她。你看你说什么呢？千万别这样说。要是没有你妈妈。我都不知道我儿子现在会怎么样，真的，阿姨是我儿子救命恩人，我得谢谢她，真心的谢谢阿姨。你现在住哪儿呢？我临时找了一个工作，然后就住在他们单位的宿舍里。嗨，我一个人也无所谓，住哪儿都行，只要是孩子好就行。不是，这怎么能行呢？你这样吧，你住我们家。爸爸，你的片子做好了吗？快。做好了给我看看。嗯，肯定给你看，因为你是男主角啊，不给你看给谁看，对不对？我想和家乐玩，想和聂瑶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他们玩了。能，一定能。所以你要赶紧好起来，知道吗？家乐、聂瑶还在等着你跟他们玩呢。Thank you.
能行呢？谢谢你，薇薇。不是有什么不行的？你住我们家，我们家房子大，有你住的地方啊。再说了，我们家离医院也近啊，你这样照顾木木也方便啊，对不对？你听我的吧。说什么呢？老公，我说让顾青到咱们家去住，他现在就在单位凑合一宿，要不然就是在医院陪护木木。这长时间下来，自己身体不就垮掉了？对啊，顾青，你上我们家去住吧。嗯，不不不，还是算了吧。不是，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你就是没原谅我。没有没有没有，真的不是这样的，薇薇。那你就听我的，去我们家住。你给我一个向你道歉的机会，顾青，给薇薇一个机会行吗？谢谢，谢谢你们俩。哎，谢什么谢啊？别哭了。孩子睡着了，要不要进去看看他？打扰了。哎，别客气，我跟你说，丫头，这儿跟自己家一样，缺什么东西跟你大娘说啊。是啊。哎，没吃饭了吧？我给你做饭啊。您快拿点水果。别忙活了，阿姨。没事没事，等着啊。好，谢谢阿姨啊。快吃。阿姨，默默的病好了吗？还没呢。那我跟你瑶可以去看他吗？我们都可想他了。当然可以去了。默默也特别想你，如果你俩去看他，他肯定特别高兴。不是薇薇，薇薇，不是，哎，我问你呀，那个什么你把他领回家来了？嗯。不是，我是说让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看他孩子，你怎么把孩子的妈妈给领回来了呢？这不是挺好的吗？之前你们是怎么对待人家的？想想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见人家。这不正好是一个补偿的机会吗？薇薇，做得对，这事做得对啊！不是，我不是反对我。我发现薇薇，你做事情你有时候就特别冲动，你为什么你就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呢？对不对？你妈呀妈，我不是冲动。您看见孩子您就知道了。我今天下午去医院的时候，我看见孩子，我这心我真的挺心疼的，心都碎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我后悔我当初为什么那么冤枉人家母子俩。如果当时我要是意识到这一点，那误会根本就不会有。不说了，我先上去了，那我走了。我想去看看他。不，我也去。你等等，你等等。杨阿姨，我才知道齐教授是您亲自帮我们请过来的。真的是太谢谢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您真的就是默默的救命恩人，我必须要替默默。别！不不，那个顾青，我举手之劳的事情，齐教授不都同事吗？大家，那个我跟他说一下就完了。哎呀，只是阿姨觉着那个，过去啊，我真的我有点过分。我真的有点过分，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好吗？原谅我。千万别这么说。嗯，其实也是我自己不好，我没把事情解释清楚，闹了那么多的误会，给你带去那么多的困扰，真的对不起。这事儿啊，也怪您阿姨太心直口快，她肚子里搁不住事儿。对，您心肠好。没事儿，她真的说了我。哎，都过去了。过去了，这件事情你要放心。那个齐教授说了，说明天他会组织那个一个专家小组，会给默默亲自会诊，所以你放心，啊，明天就给他会诊了。太好了，谢谢你阿姨，谢谢。顾阿姨，我外婆热情起来，谁也挡不住。对，我大孙子说的对，你阿姨这个人呢，冷起来能冻死你，热起来能烤死你。醒醒了，看看是谁。东哥，
这什么节奏？没什么节奏啊！现在顾青同志重新回到咱们的战队，咱们是不是得呱唧呱唧啊？啊！行了，现在主人公回来了，咱们现在就要更要把这个片子来做大做强，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加油！普通的小孩子更容易被细菌感染，我不能冒险，我也不敢冒险，所以我经常会把孩子关在家里不让他出去。有的时候孩子经常会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看见那么多的小朋友都在花园里玩，他就会问我，为什么就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样出去玩？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做的这个片子，好看吗？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工艺片。好看就行。我特别希望我这片子能成功，但不是因为我是个人还是公司啊，我真的是想让所有人都能关注和关心这个白血病儿童还有他们的家人。你觉得能成吗？会，你一定会成功的。哭了，太感人了，我看你这没控制住。睡这儿了呀？你说你有床不睡吗？没事没事，我这还没完呢，我后面还差着，没事啊，我坚持给他弄完的。喂，啊，是我是，什么？啊，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孩子，我马上到。雨欣，哎，怎么了？那个。医生给我打电话说那个默默不听话，在那闹呢，非要吵着让医生给他什么做化疗，我得去看看他去。那咱也去吧。啊，行，那我们去开车，然后换上衣去。小浩，求求你了，不行，赶快好一下。二姐，怎么了？抱歉，妈妈怎么了？你在干什么呢？啊，妈妈，我问隔壁病房的叔叔，怎么才能好得快点？叔叔化疗就可以好得快，妈妈，你让医生叔叔给我化疗好不好？我想赶快好起来，我病不好，天天都不高兴。妈妈，不想让你不高兴。傻孩子，妈妈没有不高兴，妈妈不会因为默默不高兴的，知道吗？好孩子，不哭，不哭了。妈妈。妈妈不哭了，不哭了好吗？不哭了，看着吧，看着吧。我告诉你啊，那个化疗啊是给大人做的，你现在是小孩做不了，但是叔叔向你保证啊，妈妈、医生还有我，一定会让你康复起来的。爸爸，我真的想赶快好起来。一定的，一定的。
我儿子最棒了，他一定很没事的，会好的。妈妈爱你，妈妈爱你，我儿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白血病最有效的治疗方案，只有骨髓移植。医生已经给孩子在找配型了，可是这种配型太难成功了，只能等，要等到有合适的配型出现才行。可是我。 能不能自己没去试试吗？我试过了，不行。哎，那找他爸爸试试啊！哎，我是不知道什么情况，怎么找啊？我现在什么最重要？就孩子最重要呀！你还管什么情况干嘛呀？我告诉你，唯一的希望那也是希望啊！不是，何静那个人，他根本就不可能配合咱们来去做这个。管他可不可。 不可能让他变成可能，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会能不能就来配合呢？我你有的时候你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你就得争取啊！这不是争取？你不是这个，那菲菲说的对，现在孩子最重要，只要孩子能健康的活着，让我做什么都行。这是一个唯一的希望，可是我连试都没试过，我就放弃，我太自私了，我只想着我自己，我怎么就没想到我要去找他呢？顾青，你不用去找他啊，我跟王东培一起去。 我们俩陪着你，怎么还没睡醒啊？睡不着啊？你不是见过默默的爸爸吗？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俩字儿了，混蛋！我就怕明天去啊，这骨髓抽不出来，到时候他再让顾青受顿侮辱，怎么弄啊？不会吧？不管怎么说，默默是他亲儿子，他是默默的亲爹，他这点人性还没有吗？ 不是爸，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这样，你去以前呢，袖子里头搁一根棍子，最好找那硬木的，见了他爹以后，啥话也别说，照他脑袋咣叽就是一下，别打后边，打前面，打后边容易打死。把他打昏了之后，那所有的医生就呼啦一下子就拥进去，往那个车上一放，直接推到手术室去，然后把他的骨髓拿出来给默默啪安上。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他也算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也还了这个顾青母子俩的，这不，摘了吗也？这可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挺好，你说这样呢，这个又能把这个骨髓给抽出来，是不是？但关键是骨髓抽出来了，你儿子我可就进去了。手术室你还进去干什么？我说的是进监狱，你怎么打岔了？啊，是，我差点法律意识还没有吗？我这不是。 你说这玩意儿的吗？阿姨，儿子，应该不行。来一桌呀，儿子。哎，加油，加油！稀客呀！你能不能救救我儿子？你儿子？对，我儿子也是你儿子。
他叫默默，快五岁了，得了白血病。如果你能够同意去做骨髓配型，你可能可以救他的命。我凭什么救他？我凭什么救一个五年前把我送进监狱的臭婊子的儿子？没关系，你爱我，只要你觉得痛快，你骂什么都行。我求你救救我儿子。数着脚步，乖乖小乖乖，淘气小乖乖，乖不乖？我乖你乖。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我和你永远分不开。乖乖小乖乖，淘气小乖乖，乖不乖？我乖你乖。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我和你那么帅。你在眼睛里种了一棵树，我在你的怀抱里找幸福。每天的阳光，天天的温度，你
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我和你唱着歌而数着脚步，乖乖小乖乖淘气小乖乖，乖不乖我乖你乖，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我和你永远分不开，乖乖小乖乖淘气小乖乖，乖不乖我乖你乖，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我和你永远那么帅，